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设三角形 ABC 啊 ，AB 是等于五 ，RBC 是四 ，AC 是三呢，所以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好，那他说 O 哈为三角形 ABC 的外心呢，那 OA 比 OB 比 OC 等于多少？OA 哈等于 OB 等于 OC。等于外接圆半径，所以这个比这个比这个等于一比一比一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